深一点。那你也不发现几点钟？我还要背英语单词，我还要去考试，那么重要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上学很重要的，上学很重要的。对。那我们干些什么呢？陪你啊。给小南发语音吧，叫他起床。好起来嘞，他要搞屁股嘞，我着急。要发朋友圈。倒立的猪，公式照的猪，毕业的猪，3、2、1，结束。哎呦，你看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对。讲真，你有没有看到张碧晨的朋友圈呀？看到了，等他来，等他点卡了行。搞。喂喂，莎莎，啊，我今天刚从学校回来，但是我的行李箱在路上被人偷了。哦，啊，你被偷了？那我们再来接你啊。好。真没有了吗？左转，我倒退走，我知道，是不是这里？六 F 天台，还有男子倒楼梯，用我最后的一个耐心，然后呢，放下楼梯。你被骗了，你能讲什么？谁字那么丑？他的椅子怎么写？我名字还是我拼音的，我不是这样。怎么是你？对呀，是我，可以吗？手机呢？给我。那你帮我一下，我名字。好。厉害，真的厉害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